易经新法妙难闻，百千万劫今重现。我今勤习诸妙法，愿此功德皆回向。南无鬼谷先师王禅老祖。各位唯心圣教。六七八九十十一届的所有贤士同修，啊，本唯心圣教的法门，简单四个字来讲，就是扭转乾坤的法门，就是安心法门。安心法门必须要有相当的体验，从开始学到进入悟道，进入正道，然后才行道。所以从学到悟道、正道，然后行道，这即是扭转乾坤的法门。你要扭转乾坤，一定要修易经风水的法门。所以我们有太极图，这阳这阴，一阳一阴，这人生开始到死的阶段，一路走来就是这么长的路，人生旅途。那么你怎么样才能扭转乾坤呢？若是太极，我们存在的一阴一阳一善一恶的时候，我们绝对会烦恼不断，永远摆脱不了善恶或者恶善的分别相。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过去33年啊，都是从善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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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直一直走到现在来，走到当下的过程啊。那么过去我们的人生法则，你看咱的头发呢嘛，有没有啊？头脑是烦恼，头是烦恼，头摸下去，所以才有佛教的理光头。理光头，全部都是为光明天。哦，这个只是很深的禅机。那你要有这个智慧。但是我们都被这阴烦恼压住了，我们压了面呢，歪一边去啊。所以老祖要我们接下来
我们要把烦恼放下，烦恼放下，揭谛揭谛，婆罗揭谛，婆罗僧揭谛，菩提萨婆诃，难得爱修行，往光明的。所以过去人生的，从零岁到二十岁，都是在这里寻寻觅觅，接受教育。这里二十岁，等二十一岁到一百岁，到百岁，这是要自我修行。所以自我修行，就学易经，你才能够扭转乾坤呐。这易经的范围，包括所有一切宗教，包括一切万法，包括人世间的一切点点滴滴，都是在易经的真禅里面。所以王禅老祖要我们学易经的道理啊，要我们研究风水的道理啊。刚才啊，有一位从巴西回来，圣保罗回来的，他开了一家素食餐厅啊，素食餐厅呢，厕所排得满满的，所以厕所排在餐厅的正后面，就头脑头昏昏闹顿顿，就是官司不断。那怎么办？他说设计师这样设计，就是我们主人家没有福报，不懂得风水，你才会任由设计师设计这样啊。这后面的厕所十座九拜，还没拜那一位的，已经在捧在那里了。所以我们帮人设计啊，店面住家绝对不能把厕所设在你的正中央啊。那哪里才对？你设到这里来，这边空空的都就没有事了，那叫做扭转乾坤啊。所以他又问我说，叔，他们向前面这里有一个二十楼的，这的一楼二十楼，白虎昂头，白虎昂头，宾妻子奴妻子，所以他这一栋在这里官司被告了十年啊。法院看他，判他盖房子的时候免定屋子斜了，墙斜了，人家告他就告上法院了，赔人家一栋房子。那为什么？就是这个白虎昂头啊，这个厕所也在后面，里应外合，内行通瓦贵啊。所以这一位太太菩萨很烦恼，怎么办？我说山不转路转，路不转人转，人转要有智慧，你把它改为玄关，改玄关过来就可以了。你玄关改过来，这边龙就高，这边厕所变成虎洞，变成虎洞，虎是 WC 啊，龙高虎臭，那你的生意做事业你就稳下来。这即是扭转乾坤的妙
华。各位微信贤士、各位十方善知识，我一直鼓励社会大众朋友来学易经。曾经有一位老信徒，他生活的很富裕，充满了罗曼蒂克啊，我看他霉运到了，我说某某某啊，来学易经了啦，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啦，然后再帮助他人。他过了，哎呀，师父啊，你们在吃新民饭的，拢叫人来学道。我也无学道，我也这么好啊，啊，比你们还好的太多了啦。哦，对。你现在好，再过两年就看你如何啊。这一位信徒再过三年我也给你看还是这么好。我好了没关系，好最最好了啊。我就告诉他说，注意再两年你可能会倒闭啊！伊讲我听你这臭屁的啦，听我臭屁，因为你的流年走到忌神非常的旺，而且忌神那一年刚好是你的流年最衰的那一年啊！他就是哎呀，臭屁啊！我把你的拜没给他拜你家娘呢。哎呦，你这个没有智慧的说法，我不是要你来拜啊，来拜没有用。所以王禅老祖开示了一句真言，在大凡寺的老祖殿，心存邪僻，任你烧香无点意，身福正大，见我不拜有何妨啊。所以老祖不是要人拜的，你不拜反而老祖落得轻松啊，他就不愿意来学易经啊。啊，过了差不多两年又两个月左右，有一天紧紧张张，眼睛眼眶黑黑的，头毛闪闪啊，啥身在轻哎，急急如律令，好像在啊在逃难。我说某某人，你为什么这样？哈，老叔啊，我以前没有听你的话，不对了。啊，我这在。两三个月前啊，一位朋友来找我要我投资，我说好啊，要我签一张本票，签了4000多万的本票作为投资的基金。结果那位朋友是骗局，骗他了，所以现在道上朋友在追杀，要追条钱。我跟你讲哦，师父不比你较好啦，但是你嘛不一定好到哪去啦。我师父我要来学了啦，我说问题怎么解决？我说我告诉你，你先学再讲，嘿嘿，学好了再讲，因为学好的话都细啊。
问题就在这里。所以我说这个我没有办法，一厢情愿，两厢情愿，各有默契和约束，人不能失信。所以他莫苦奈何，回去所有房子被拍卖了啊，过了一年多才到学我室来问我说，师父啊，你在哪里有开课？我 台中全省都有啊。他说我要来学了，贵眼了啦。但是到现在事隔十二三年还看不到这一位信徒先生，因为没有时间去学到啊。所以这种困难的人很多，防患于未然就是扭转乾坤的开始。与其无所生是扭转乾坤的最高境界，所以我们要用意，用意，凡事皆沾，凡事皆沾，你一定要来参与我们易经大学学道。我们易经大学是国家政府认定的大学教育体制，不是补习班。王禅老祖开示我们，我们没有失败的本钱，也没有骗人的本钱，更没有把福报把它剥削了本钱，更不能让各位浪费你们的时间来这里坐了一天，那我有罪过。所以层层的老祖师尊的开示和教诲啊，我们所有唯心贤士同学们要一起互相共勉，相互的勉励。所以用意凡事皆沾，凡事皆沾就是扭转乾坤，心华沾财，财空破木结皆无，皆无利可图。哎，财空亡，破入木绝，皆无利可图。这个很简单的用意。所以有一次我们一位初级班的读了三个礼拜了，有一天自己占了一个卦拿来给我看，我说师父我要投资这个好不好？我说你投资这个财没有啊，没财啊，而且个高高低啊，纠缠不清啊。他说你怎么知道这个纠缠不清？卦就是水雷屯，水雷屯就是纠缠不清又没有财。所以我们这一位初级班的同修就不敢投资，过了两个月这个投资的公司债务起问题，所有找他去投资的朋友全部拖下去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有福报的人，你绝对能够来读易经啊。
心闲事，各位双善知识。啊，本法门啊，就是扭转乾坤暗尽法门，用意知吉凶。我们学风水学的，你一定要研究易经，因为有时候我们表面你看起来没有什么，事实上里面你看到表面很好，里面就有一些不如法啊。曾经我们一位老信徒，他的店面开中门啊，都一直发生做生意好像早前都忘了，人家拿100块给你啊，东西80块，你找20块就好了，结果你找920块，后浪都丢了，这很奇怪耶。啊，拢公公心情呐。啊，有一次，有一个人来跟他买个东西，拿了钱回，一直给他收起来，东西拿给他放在抽屉。明天早上起来打开要再算一下，结果来的拢金，拢金纸，拢银纸啦。吼，我觉得毛毛的恐怖呢。所以他到处问神，神跟他说没有啊，是你头脑有问题。有一天啊，我在三宝寺上课，他就到三宝寺去做问题，我跟他用意卜一个卦，结果官鬼带成蛇来客，官鬼成蛇客必有阴邪之事，成蛇是阴邪，官鬼也是阴邪，那我就再占一个卦，到底家里的问题在哪里啊？跟他占卦，官鬼要在适应之外，那变成住家，适应之外就是屋外啊，有问题啊，有阴邪啊，那就画了一个图给我看，画图给我看的后文在这里，后面一块空地啊，这就在这个地方，方位量起来刚好在这个地方，那我就告诉我们这位信徒，你回去挖看看，你的后文应该有其他的好兄弟，人家骨骸往生了，骨骸在后面，他没有啊，我这鬼洞啊，整排的应该不会问题啊。我说你既然你问了，你就回去再看一看啦，啊，不然怎么会这样东东西的银座，很奇怪哎，啊，所以他就回去了，就把那挖后门的就挖下去，果然这硬的骨头跌个慢慢慢，啊，骨头里面
后精神骨头过啊，高骨头、人骨头一红，弯弯，奇怪嘞，我看着惊一条嘞，吼、哦，一直发流泪哦，发凉啊，妈呀！阿娜就去请那个做风水的先生来帮他处理，好拿去百姓公庙红白啊，但是他拿走了，以为这就好了，因为你的骨头拿起来还是要经过皇祖里面出来，你要拿起来要出来哦，照常越来越严重，后来买东西的早上起来都是纸币银砖，那奇怪师父怎么这样呢，我你一定没摆没这摆，要请人家走你要吃一顿青草的嘛，哦，所以他就用三星酒类，我叫三星酒类菜饭饭碗啊，这这，还有那个狗啊，狗啊头，那是鸟啊头的骨头，那怎么办？狗啊条爱吃饲料，以前吃吃骨头，现在吃饲料，你拜含饲料做这去拜拜，带迄个所在，后门门的所在拜拜，啊，就这样，事情过了。一段时间都没有再发生，到现在已经十七年了，或十八年了，都没有再发生。所以有的你表面眼睛看不到，你要用意，要意经，你才能知吉凶啊。那不，不要乱搞啦。这就是一个例子，就扭转乾坤，趋吉避凶，用意知吉凶啊。所以各位同学们，你们要住家开后门开偏门，一定要用意，要环住接沾，不要怕，你怕沾到不好，我告诉你，嘿，沾到不好你才好。我们第六届我们一位师兄原来在省政府啊，一个局的局长啊，他也读得很好啊。啊，有一天，因为他有糖尿病，肾脏衰竭，洗肾啊，那我说你洗肾了就洗肾，以后要做什么，你一定要。用易占卦啊，因为心脏不好嘛，所以他就到医院大医院去做那里装的电池啊，一个第一个电池装下去怎么没有电哦，奇怪什么事啊，第二个再装再换一个那个电池量好好了进去，电马上消耗掉，又剩不到一半，吼、哦，很恐怖啊！那是有贵耶，那要再换。我说你凡事皆沾，沾了不好了，你就不要去嘛。啊，结果如何？等一下再为各位来开示。各位唯心贤士，各位十方善诸士，用意知天机，了了分明。好，我们这一位局长师兄呢，我跟他说，你凡事要沾啊，他就不敢沾。有一天傍晚，
我这上课要回去了，就打电话给我，他儿子在身边打电话给我说，师傅没有力气，我的马达，心脏马达撞了两次，啊，第一次装上去没有电，第二次装上去的很快电了，一天消耗一半，那都十年才会消耗了，不知道什么原因呢、啊？我说你要站啊，在这家医院有没有缘啊？是不是你的冤亲债主借着医生把你拿沙西米都给你切了呀？我不敢站啊，我站了万一不好的话我怎么办？我你讨个爬爬带你啊，站了不好不要这一家医院嘛。啊，但是我怎么办？我第三个我撞了。哦，那么你告诉我啦，我说你告诉我讲什么话，我不敢站啦，怕站得不好，就口嘴耶。人英雄易死，当你劫难到了，一定要用意。你用意，你的龙天护法就到。所以过了三天，死了。啊，那个电池也是没有电了，这奇怪呢，在医院他都不可能嘛，他们一个装一个电池可以用十年呢、啊，因为他有冤亲债主吧。啊，后来他儿子啊，有一天早上一大早五点多快六点打电话给我，说他的爸爸五点十分就走了，那你赶快送他回来，在草屯，他们住在草屯的地方，啊，在大厅里面，嘴张开开的，嘴张开开，脸相很难看，我老得治啊，叔父，做你的叔父骂你最后一口气。啊，你糊涂！啊，你明明知道了，你不叫你要用意，现在好了，没办法了哈。你这样很难看，水还不改，水个水水还不改了。啊，跟你做派些，我讲好，你当死也无死啊！骂他最后一口气，哈哈，所以。我就告诉他说，这一生你有结上一个好缘，你有机会你再来啊，再来修行。所以过了差不多十几分钟了，脸呢就变成翘起来会笑了啊，所以一个人来世间上一定要凡事皆然。这个案例又有一个案例，就是他的房子土地就这么大，啊，他呢后面一条水沟，将近有两米的水沟，灌溉水沟最足喘，还原来呢他这样住了平平顺顺的，做事业还蛮平安的，因为赚了钱，所以就把房子盖过去，规栋啊起起来啊，开始输了一摆，
开始一直拜，拜到怎么办？就到仙佛寺来找我，我帮他卜一个卦，玄武水动。我说你这个玄武水动，这是有问题了嘛？那地水师啊，第四爻、第五爻，亥水啊，这是无火财，是玄武。玄武水动，兄弟爻水动，好不要，哇，你后面有大水沟哦。我有啦，就有水沟从这穿过去，哇，你改戏。啊，这栋房子有财，财不错哎，你为什么把这盖出去？你说出来店的行为啦，亲家来宾又来，太窄了不好看。我那男一个坏习惯啦，爱面子死爱面子啊！啊，你风水好坏你都不去考虑，难道讲讲一句讲，人讲话紧呢？起厝讲话紧。心里问问啊，问一个做土水的当然，我要做你的工课，我就讲无要紧嘛。啊，听有无？哦，所以盖上去了，一二楼盖了，需要迪拜，无中生有，兄弟爻劫财星查了钱，迪拜。这就是用意诸天机嘛，所以各位同修们，你们一经一定要修好学好，你所学的是自己的，阿伯把人给啊，世间的名利财会被抢走，只有你所学的不会被抢走。那怎么办？这怎么办？问我怎么办？我说无解，拆除，打掉。你说一二楼呢？一二楼打掉要多少钱？了不起20万呐、啊！你也输掉得掰，2000万、3000万都不等啊！所以干嘛回回就顾问有啥办法？我没办法，你另请高明。所以回去了啊，想一想还是拆掉了啊，拆掉又稳下来了啦，拆掉等于这个亥水动把它安归平静，好让无火的财还是很旺，所以这个吉事扭转乾坤的上圣心华，教外别传呐、啊。铁骑带万里兵，烟波星空妙地仙。各位微心贤士。常常听到或者看到佛教一个教外别传，有两个意义啊，非文华误传，非文华误传。再来，非本教弟子误传，两个意义啊，不是本教的话，你乱传，一定会害死人。我们现在社会上，
在流行说水晶球晃着晃赚大钱。有一次有一位老先生七十几岁，这将在16年前、哦、拿了水晶球在我们后面的观音旗龙在这边底下蒙人、啊、他要来问我说，张老师啊，这水晶球能到底能花多少财？我就知道这一位先生七十几岁了，住在草屯，骗子，财迷心窍。我说你要拿来卖哦？是啊，啊，这个卖一个，你卖多少？啊，这会赚钱呢？这最起码要卖他10万以上。哇，这个玻璃球一个1000块钱的贵头呀。啊，不，我这有加持哦。哦，以上啊，你跟我同款啦，鱼啊交细对啦，下差坏坏啦，面顶粒粒啦，才酷酷啦，鼻啊落落啊，哎呀，满满片片啦。这什么会发财？社会上这种满满片片有够多。那这位先生，无业无业啊，啊，就不敢说他那会发财，什么人买了他都会发财。哇，你为什么不放着自己发财？你那遐自闭哈？你可能家己发财多啊？是安那大家呢？哎呀，磨磨骗骗。所以各位同学们，你们要还是要用意哦。那这个用水晶球，那卦是什么呢？周风大过。大过，跨大其实，夜梦金银，财迷心窍。说哇，你这卦用意一算，了了分明嘛。啊，你为什么要用这呢？你七十八岁啊，如果年轻来骗，要有时间。七十几岁来了，要行功立德，修来生福啊！所以这一位的老先生，那时候50几岁吧，啊，就走了。走了，甲伊啊，咱的朋友的咱的学员，甲我放风声，讲迄张老师拢唔捌会啊，拢唔捌会。我好啊，我唔捌回，我就卖跳了多话嘛。折风大过，夜梦金银，安有效啊？无效啦！所以各位同修，凡事皆占，人家卖你什么东西，你要自己能够用意。所以教外的不是文化的。你们不要传啊！我遵照老祖书生传出的话，你才传，或者其他的不要传，这样会造因果。再来，教外非本教弟子不传，不是本教的弟子，你该讲也无卵用，白费口舌。讲到安尼有趣无乱，他还讲啊，你这老王卖夸，自卖自夸，我们何必呢？所以你学好修好，遵照老祖书生开示的八宝心法，来者不拒，去者不留，顺其自然，不可勉强，有缘则度，有得则助，皆顺天理，事事如意。所以这八宝心法，我们同学们
咱拢社会人，咱拢有家有厝有翁有某啊，有囝有孙呢，啊有事业的，我们不要和一般江湖先生落入，那我们人生很可惜哎，无价值啦。啊，所以在前几天高雄开卷，那一位师兄啊，伊嘛是第七届的啦，啊，他是做装潢设计，哎，很认真学到了，啊，说在前一段时间呐，在高雄碰到有遐个教外。会遐朋友咧，哦，来讲到下半天会唱地啦，哦，他就点点啊听啦，啊，鼓励他说要怎么做，要怎么做，一家书公司才会发展啦，才怎么样这样，啊，那么，哎，讲到什么爱闲空爱心啊，怎么爱了啦，啊，那么后来问了我们这一位师兄哎，讲你办的不？伊讲我有学一点点，哦，那你在哪里学？我是混莲禅师的袁志贝的弟子。一听哈，啊嘞，哦，他你一提，谢嘞谢嘞谢嘞，就跑了，骗不假。哦，所以各位同修，你们一凹出去，哎，我老马仔，哦，我是袁志贝了。虽然我没法号给你们，你们都是袁志贝的啦，安听我袁亨利贞，袁志贝、亨志贝、利志贝、贞志贝，说袁志贝的哦，所以各位同修，你要把法修好、学好、哦、研究好，利人、利己又利他，这即是我们维新圣教。教外别传，记住，非本教勿传。非本教的弟子，你不要传，没有用，浪费口舌，那以法无益呀、啊！啊，所以今天啊，我们课程就到这里一个段落。啊，接下去我们就来啊复习啊第二届的。同修的教学录影带，祝福各位阿弥陀佛。